我心目中富豪的生活，但是借渣的价钱100万订阅我着给你看。 Hello， 欢迎你们跟我踩入利源纽西兰街。哇，声都拆太兴奋了，来到这里就今天我要去的地方呢，其实我都不知道什么地方，里面呢是不知道有什么买。总之我每一次去呢，我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买了很多很多东西。我记得什么모든게다통하니까 feels like daydreaming. No I sit down. None. I love my life. 사라지지 Kmart 差唔多系澳楼独有嘅铺头，主要系卖家品啦，同埋好多好无谓嘅嘢，但系你又会买嘅，一阵间你就会知嘅。上至微波炉，下至健身用品，连呢啲都有啊！不如由厨房部开始行啦。盒盒盒盒盒，箱箱箱箱箱，桶桶桶桶桶。抌个垃圾都有咁多选择，1蚊鸡碗碟、刀架镊、铰剪架，50蚊钢纸。其实呢度啲嘢真系好平，挂喺个台边噶。首先有咁大嘅台面可以摆到呢个砧板先啦。香港要一个咁大嘅砧板要几多钱？82蚊咋？呢个气炸锅我有啊！嚟到呢度先知道有啲咁样气炸锅嘅，即系通常咧正常嗰啲气炸锅系咁样噶嘛。做咩啫？我做乜还唔正常？我想讲嘅系，我觉得佢最正咧，可以喺个窗嗰度望入去，睇得清清楚楚。你觉得系咪要好贵呢？佢700多蚊港纸咋，3蚊纽纸，即系大约15蚊纽咯港纸啦。有个咁嘅杯垫，唔系喎，煲垫呢个。喂，佢有一 set 嘅喎，手套系都系一样，15蚊。哎整啲嘢，可唔可以唔好再整啲嘢？每一次入铺头都要整啲人哋啲嘢，蒸笼都有啊！好啦，我哋开始见到啲无谓嘢啦。Salad maker 即系整沙律嘅，佢有唔同形状嘅锯锯都碎晒。其实整沙律唔系就咁切就得噶啦咩？睇下呢度，好似俾人打劫咁，因为全部嘢都好平啊，10蚊港纸到。其实我觉得啲质素系几好嘅，呢个可能系全城最平嘅面包机。诶，好似唔系呢个价钱。喂，我想讲咧，呢度有个 check 价钱嘅机嘅，就喺后边攞佢嘟，好大波。我想讲佢条巴曲好长，就系惊你嘟佢唔到。喂，系我都系嘟唔到嘅，好明显系，诶、哎，有，99蚊就100蚊咯，500蚊咋？500蚊有个咁样嘅面包机、啊，摆低先。我今天不会买这样东西，真的真的真的不知道呢，等我一阵啊，等我想想先。这个厨房部好像都走到差不多了，想不想看其他东西呢？浴室部就在旁边，枕头盒，其实不止是枕头的，被啊、床单啊，哇，其实你屋企咧要好似个洗衣店咁大，先至可以容纳到一个三格咁大个，上面仲可以放嘢嘅一个架，佢好多款式添喎。嗱，呢个轻型啲啦，系佢系咁样，即系分呢个嘅浅色衫同埋深色衫。呢个好靓啊，用 bamboo 做喎，好明显应该唔系呢个价钱系嘛？啊，呢度系咁喎，即系啲嘢咧，啲价钱系乱晒，所以我预咗你咧，要自己走去揾个价钱。我觉得呢度好似每一个人都过紧一啲我心目中富豪嘅生活，但系借渣嘅价钱、啊，就好似呢啲咁样嘅架。首先你屋企有个咁大浴缸先啦，同埋有闲情可以睇书咯，即系你可以冲凉嘅时候睇书啊。藏澳世界，各位主子，等我同你哋介绍下，我哋呢度除咗有玩具、零食，又系零食，又系食，当然唔少得要去街街啦，执屎啊 ，sofa 梗系俾你哋坐噶啦，唔通俾奴才坐咩？奴才想去边，够胆唔带你，叫佢买呢个啦。无缘无故洗钱到，而家无端端又唔知道去咗深水埗定系旺角啊，连条路都可以买到啊！为你嘅将来铺路，哇！黐线超重，我好似见到啲无谓嘢嘅天花板，灯胆即系入边有啲字咁样 ，love dream 树
一集唔知乜。喂，但系即系咧，呢啲咪就系我会无啦啦买咗翻嚟唔知点解嘅嘢咯。你会唔会啊？你会唔会啊？系咪想买？系咪想买？买咗做团购，十蚊一个，十蚊一个，要唔要？几多个？几多个？几多个？而家快落单，快落单！哇，呢一啲啊，就系香港好贵嗰啲啊。呢度一嚿水，有料噶。我见到佢啦，喂，真系好靓喎，成好想买啊，真系。真系出事喎，咁样真系。我明啦，头先见到嗰个咧系个灯胆嚟嘅，即系你要买翻个座。再放在佢上面，但系都真的很漂亮喎、啊。嗱，即管睇下啦，睇下我之后啲片嗰度有冇佢出现啦。有啊，真的买咗啦。唉，系真的鞋啊，好样衰，仲要后面有人听到鞋咯，真系冇乜特别嘅。总之就是鞋咯，鞋咯，好多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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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鞋。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，成为一个伟大嘅音乐家。哆哆西哆西嗦啦咪。鸭寮街啊，虽然呢度冇二手嘢，但系同鸭寮街一样，都系乜都有噶。佢有大量嘅电子器材啦，仲有 YouTuber 神器、还原靓靓自拍灯，可唔可以做翻 ？How to be confident? Too late。我闻到木味啊，哇，好靓啊，唔系、哦，竹嚟喎。竹味无印良品呢间铺头真系乜嘢铺头都俾佢立晒嗱，即系靓系算靓嘅，但系即系有啲歪零歪清啦咁。爆开了男装、女装都系女，呢个花纹100万订阅我着俾你睇，好大喎、啊、开到 ，cut 咗 cut 咗，都系女装。呢度真系梨园东街啊！唔好讲笑，咁似大肚群嘅呢啲，呢个劲啊！喂，呢个劲啊，呢个劲啊！200万订阅得唔得？喂，我开埋啲咁嘅嘢，我搞到你 unsubscribe 走咗，就系为咗避免要见到啲咁嘅嘢。喂，可以连埋个豹纹拖鞋添啊！我见到啲我好想要嘅嘢，人喺度我又唔好意思行埋去住。去得啦，去得啦，去得啦，去得，好暖啊！佢系咩嚟噶？长颈鹿拖鞋，系拖鞋，好有牛喎、啊！12蚊，60蚊，香港我谂要一嚿水啦，系嘛？点咧？睇下先，睇下先，睇下先，200几蚊有个停车场，好平。其实呢度啲玩具好平，咪200零蚊。有一个木制的 BBQ set， 他们喜欢 BBQ 那样东西已经入了血了，连小朋友的玩具都要是玩 BBQ。 香港随时1000几蚊木玩具，喂，这些我真的没玩过。 Cricket 纽西兰很出名的一个运动来的，我都想学的。哇，六合一啊，羽毛球这个不懂，这么像铲屎官的铲。足球、羽毛球，喂，他不是连个网的先？有啊有啊，49蚊，200几喎，6样嘢喎。之前好似见到有个网球架，但都唔系平成咁喎。玩具部差唔多有细间嘅玩具反斗城咁大啊！我真系喊晒。咦？呢个咪7.5嗰个？我一入嚟望到就已经记住咗啦。唉，呢啲咁嘅无谓嘢咧，真系唉，真系太无谓咯。我觉得真系，即系做咩啫 ？Party，B B 鱼，做乜要食 B B 啊？怎么可以吃 BB 鱼？好复杂啊！呢个糖，星星汉堡包、粟米橙汉堡包、汉堡包、汉堡包、汉堡包，一次过满足晒你700几个愿望。吓、啊，我冇揽住嘢啊，冇啊，我揽住啲咩啊？我咪要攞架车。哇，好得意啊，惊林喎、啊，49。唉，有呢啲无谓嘢真系。咩啫？做咩啫？行街有架车都好合理啫，其实咁佢坐噶嘛。我哋翻屋企啊，翻屋企。4样嘢，啱吗？冇冇，4样嘢冇嘢，冇啊，冇得噶啦 ，cut 得机噶啦 ，cut 啊 ，cut cut cut cut。即系总括嚟讲，你见到噶啦，啲嘢好平啦，但又好正啦，又真系 work 噶喎。即系有时咧，我哋买嘢咧会觉得，唉，平嘢冇好嘢嗰啲咁噶嘛。但系呢度咧，系平嘢系真系可以好好用，而系人都买得起嘅嘢咁咯。
佢哋真係好識享受呢一樣嘢咧。我覺得真係要學下佢哋。好啦，今日咧就差唔多啦呢條片，我真係要去食嘢啦。咁至於呢啲嘢咧，你之後會唔會喺鏡頭見到呢？咁你哋就留意一下啦。咁今日呢條片就嚟到呢度啦。你哋中意嘅話就記得 CLSS， 我哋下集見，拜拜，走啊 ，Thank you， 拜。我冇偷嘢啊，拜。咁啊，又拋文，我為呢個200万訂閱鋪路。$10就鋪到路，抵。